其实我第一首歌《回乡的我》同名字，我是写国语。回到故乡，看见了都变了啊，这都无共款。其实张秀清十三回都录是录国语歌，啊，内底十二条，干阿我做的都超七八条，将来转来做台语歌就是。台语歌迄阵足少人会写，哎，写台语歌，后尾录视频去做歌，所以转来写台语歌。